的印象，说这次韩战以后这个地方最大的危机，照样美国应该好好处理啊。结果一通电话都没有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在整个人民日报你写讲，到底现在在那边闹事的是金正恩还是奥巴马？奥巴马是不是真的？我就是不打电话，我把你搞定，我搞清楚你的个性，我就是不打电话，我把你激怒了，我把你激怒了你就胡闹，你一胡闹我就有借口把重兵派到这里，这边周边的国家就觉得危险，当你们觉得危险的时候，很好，我就把武器卖给你们。而且人民日报我们知道他的报纸，他如果表达是中国的一个立场，为什么中国会讲说奥巴马你要出来解决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其实整个过程是金正恩本来呢，对于奥巴马，我本将心托明月，那个月照不取寻，为什么？实际上说去年4月13号金正恩光明星3号出去然后失败了，而后面呢朝鲜日报就讲了，4月的时候8月的时候奥巴马都派了国安局的 CIA 的顾问可以跟金正恩讲说，哎，你不要闹事啊，你这时候闹事罗姆里会攻击我啊，我血型很紧啊，在我当选之前不要闹事啊，有这样沟通、有这样沟通啊，朝鲜日报讲了，那结果讲了以后，哎，确确实实金正恩讲说好吧，我就挺你一下，不闹了，我就不闹了，我就没事了，可11月19哎，我挺你啊，你连任啊，你当选之后你竟然不是来我身边北韩跟我握握手啊，你竟然跑到缅甸，跑到缅甸你去赞扬缅甸就算了，讲到25分55秒的时候突然北韩你给我注意，你要小心点，你不民主化，你扩散的话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，你在那边骂我，你还将仇报，你这样子我对你这么好，我这样子刚刚才比较接受，你知道那去年11月金正恩在朝鲜在平壤差点被暗杀，我挺住了，结果你没有帮我你还骂我，所以12月12号光明星3号再给你发射成功了，那1月的时候主动去邀请，哎 ，Google 的董事长老师啊，来我这边一下，对，我这边是愿意开放的，你看我连 Google 我连网络都要开放了，对，还不甩我，我2月10号再给你核报一下，你还是不甩我，再把小虫找过来打个电话给我，你就是不理我，好吧，我就是毫不努力的配合你不理我，那我就闹事，希望你理我。好，那你为什么奥巴马？因为奥巴马大家看到的是说，哎，这不是只有战争啊，是什么？对奥巴马来讲，我美国是资本主义大国啊，是资本主义最在乎的是生意啊。生意，这是一门大生意，这是我金正恩是门好生意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。这个生意里面，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，在全世界战于密布，但是经济很紧张，是它的股价涨了一成，它股价最近涨了一成，涨了一成。我们知道现在做 F-22、F-35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，现在股价涨了一成，涨了一成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波音公司它的股价也涨了，你看也是往上跑。是，然后这个通用动力它的股价也是涨了，所有的军火工业都涨了，它五大军火工业通通涨了。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是说，本来呢 F-35做出来之后一段时间呢说要停止生产线，因为反正各国都要买，说这是最好的战机。是，后来发现太昂贵了，太娇贵了，而且引擎又出问题，又突然的熄火，全身都是油箱。但是怕打雷，怕怎么样？又一出去之后，消费很高，所以后来就是差点就说要停止生产，大家都不买了，大家都不买了。就现在不一样啊，怎么样？韩国说，哎，15架F-15赶快卖给，60架F-15赶快卖给我吧。你看之前已经卖了60架F-15，对，我战情紧张啊。然后再过来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-35，我要60架，60架，你知道价值多少吗？108亿美元，约3200多亿的新台币。我还赶快跟你买了，那不只是这样子啊，那日本呢，我也紧张啊，而且安倍晋三想说，我现在正要把我的自卫队拉成国防队，我要拉高。日本说我也要 F-35，本来不要的，现在澳洲一看，哎呦，日本、韩国都要，我也要。哇，你光看这笔生意，所以形势大乱，对美国的军火工业形势大好，赚多少那是几千的，所以整个这样一搞下来，等于说我过去被你三星电子哦赚我美国的人的钱，现在哦你韩国政府通通讨回来了。不但是如此，还有呢，甚至于是说这个雷神公司，是本来他们 F-16的雷达系统要升级，对，那本来是跟英国在谈，本来是英国买到的，而且不要，我还是比较相信美国，所以雷神又得到了10亿美金，他又拿到了南韩10亿美金的这种合约，所以这整个拿下去还不只是如此，是本来呢。像加拿大呢，他们本来不太愿意说你把那个高空飞弹防御系统放到我这边，放到阿拉斯加，就把我卷进去嘛。这样一搞，对呀、啊，他的那个无水弹可能可以打到阿拉斯加，也可能打到我加拿大、啊。加拿大也同意了，现在全世界都来了。所以对奥巴马来讲说，我当然不要打这通电话给你啊，我把你闹翻了。金正恩就是我的提款机，因为我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奥巴马上来说，他的现在第一个法案是什么？产业再生。所以现在是产业振兴啦、啊，军火工业通通在复兴了，美国又赚了大多的钱。好，听过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一个医生的儿子，等于说学成回来以后，你得跟他爸讲说，
爸，我把隔壁那个老奶奶的胃病给治好了。就他爸爸一巴掌打下去说，你知道你青年医学院的学费怎么来的吗？现在奥巴马是不是就像那个老医生一样，我也不打死你金正恩，我让你好死歹死的活着，但是你就变成我一个提款机，你变成我的支票，我需要的时候随时把你搞一下子，随时把这个地方搞得动乱一下子，这边一乱天下大乱，形势大好，我要卖 F16， 我要卖 F15， 我要卖任何的东西都变得很好卖。